由于能源局经费支持，发展氢燃料电池技术，可解决工业复产氢的问题。透过氢气发电再利用机制，提供半导体等产业零碳排解决方案，整合燃料电池金属板及电池组自动组装技术、燃料电池系统控制技术、燃料电池整合及发电技术等三大核心技术，具有三个国家八大专利，兼具高性价比、长寿命、自动组装、智慧控制、轻量化特性，并可提供客户再生能源电解滤氢的完整方案，解决工业上所面临零碳排、碳税、ESG 社会责任指标之问题。